它其实还有不同的口味，像什么莱姆口味啊，或是原味跟我们纤维干的口味。今年的代言就是我们的墨纹味了。元萃差异呢，是由它部分代言，它已经连续三年。每个国家都有贩售，所以像是邻近的日本呢，又或者是韩国，那以及邻近的泰国等等呢，都是有贩售可乐的。接着呢，来看一下，在我右手边，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可乐商标。我们今天来到伊索比亚这个国家旅游，我们口渴了，想要喝可乐，就不想喝水。那我看不懂文字源要怎么办呢？要辨别可乐商标的三大特征哦，再给你们仔细找找看，这些不同国家的商标中有哪三大特征是一模一样的？给你们猜。看，没错，都是红色的。还有两个，还有缎带。缎带哪边呢？中间这一条吗？没错，还有一个，旁边那个不是哦，它是一个瓶盖的风格。行，飘带这四个字，它是飘带，不是缎带哦，它叫做弧形飘带。我们来看一下不同国家的飘带。带飘扬的一个感觉，它有弧形飘带，这是可乐的商标的三大特征了。可乐公司饮料上市之后，因为不同家的饮料公司企业呢，互相的去竞争抄袭对手的一个瓶子哦，所以啊，当时的可乐总裁就出了两个难题，要给设计师去思考制作独一无二的一个瓶子。这两个难题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在黑暗当中，我们也想喝到我们的可乐，但是我们看不到怎么办呢？要用手的触觉，要一手就能摸出来，就是可乐的一个瓶身哦。第二个难题是，如果我们今天很开心的在喝可乐，可是手滑了，不小心摔破在地板上了，我们要怎么辨别出你刚喝的饮料是可乐呢？我们要看地上的玻璃碎片，要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个地上的玻璃碎片呢，就是可乐的一个瓶身碎片哦。所以啊，设计师就思考了许久，制作了不一样的瓶子。一直到这个瓶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造型呢，比较特别。是因为设计师翻阅了很多的书籍，在大英百科全书上看到了可可豆荚的造型哦，然后成功复制它的一个模型出来，这样圆鼓鼓的一个造型出来，成功制作出来之后，就有了给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长仔裙瓶。是因为早期西方女性的穿着的裙子就是上面蓬蓬的，下面竖起来的一个样子，其实叫做长仔裙瓶哦。经过了一些调整变化之后，我们再往旁边看一下，这个曲线瓶呢，就是现在我们会在一些特定的店家会看到的一个曲线瓶的一个样子。因为啊，这个曲线瓶在商店是看不到的，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跟特定的店家，像是烧肉吃到饱的店，或是火锅店家才会出现的，就是曲线瓶的一个小故事。那这里呢，还要再介绍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西元1886年，在西元1886年的时候，有一位先生叫做约翰潘伯顿。Yeah.
有一些是保特瓶、玻璃瓶、铝箔包以及铝罐啊。可能我们去商店买个矿泉水，那是保特瓶装，或是我们的可乐啊、饮料等等也是保特瓶装。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保特瓶汁，我们收集起来之后，经过一些加工处理的过程，可以制作不一样的东西哦。像在最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呢有一件衣服哦，这一件衣服是由12支保特瓶做成的一件衣服哦。那再往下看一下，这里有一个环保购物袋啊，是由4支保特瓶做成一个环保购物袋。那除了袋子呢，或是衣服，像是小到洋娃娃夹板或我们的玩具轮胎，都可以再制成出来。那么再往下看一下，这个铝罐呢，就是我们收集起来之后，可以做一些手工艺品啊。那融化之后，又可以做一些再制铝门窗啊，就非常的特别的厉害的。那再往旁边看一下，这里啊有一串数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呢约90000份左右。这个数字啊是我的刚刚的影片中有介绍到。这个瓶子要经过大量的水去冲洗干净，而在大量的水冲洗干净之后，水会流向哪边呢？我们工厂会收集起来，用于整个我们工厂区内厕所的冲马桶的一个用水了。所以大家稍后大家就是结束之后，可以去我们的厕所看一下，在我们的马桶上面都会贴一张小纸条，那就是我们的可乐工厂的一个回收用水了，就是废水回收再利用的一个过程哦。这里有几张的小图，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再来左手边呢，在我这里有4张小图，那大家可以左右的晃动看一下，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变化。那这是我们在生活中有4个小技巧可以达到节约水资源的。像是呢，我们洗澡淋浴代替泡澡的话，可以节省47%的一个水量，大家可以左右晃动看一下，非常的神奇哦。好，这个美式餐厅呢是不一样的风格，我们可以看到有专属摆放可乐的一个贩卖机哦。那它的开口在上方比较特别，所以这个贩卖机的可乐里面是玻璃瓶的可乐贩卖机哦，那开口在上方就不会破碎。旁边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是它开瓶的地方，又或者是你喝完的玻璃瓶可以回收在这个旁边呢，都具有一个环保意识的一个设计，但这是早期的一个设计哦。再往旁边看一下，这里呢有一个专属可乐的一个冰箱，它也是非常的厉害，有分大门跟小门的一个设计哦。那里面也是摆放的是玻璃瓶的一个可乐，那里面的设计呢就是设计成斜的，那就从这个小门拉起之后，其他的瓶子会滚下来，像我们现在在一般便利商店所看到的这个饮料的冰箱。那在我们旁边看一下，这里呢有一个巨大的玻璃瓶哦，这个巨大的玻璃瓶呢也是我们可乐公司就是制造生产出最大的一个瓶子哦，它的容量是5公升哦，而我们在台湾最常见的可乐容量最大装的几公升呢？是2公升，而且还是保特瓶哦。那跟这个最大的玻璃瓶在哪个国家有贩售呢？在墨西哥才有贩售，是因为啊，在2011年的时候有数据统计出来了，墨西哥人呢成为世界第一爱喝可乐的一个国家哦，所以啊就有在墨西哥贩售这个巨大的瓶子。他们一年啊一个人平均要喝掉700多瓶的可口可乐，相当于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平均一天只要喝2瓶的可乐，喝一整年哦。所以啊，墨西哥就有贩售这个巨大的瓶子。里面也是有填装可乐，在一般的商店去贩售。那也因为填装了可乐之后，重量就更重了，所以可能比较瘦小的小朋友，是男女性、年长的男女性，没办法抱回家，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停产就已经停产绝版，没有继续再贩售，就生产了一阵子之后，那就停产绝版。所以跟各位特别介绍这个巨大的玻璃瓶。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我们可以转身看一下，这边有一面墙，这面墙呢是由可乐罐组成的一个升高墙。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量看自己有几罐的可乐罐，还是非常的有趣的。因为这支广告在当时是世界各地播放，都是使用当地的语言，所以在台湾播放是使用台语哦。然后接下来是第二段影片，我们可以仔细的看就好了。这段影片呢是一个北极光，它的名称叫做北极光。我们刚看的第一段跟这一支呢，都是以北极熊当做主角，就看着北极熊喝可乐怎么样，就觉得更逗趣、更可爱，那就觉得更加分，想要喝上我们的可口可乐。红色的代表2008年的北京奥运，那接下来银色跟金色的，每次都有很多朋友说，那太可以了吧？但是不可以喝啦，因为都已经过期了，那喝可能会出问题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大瓶的或是小瓶的，里面的填装可能都是真的，就是之前真的有推出过的，不是随意摆放给各位欣赏的。那再来呢，除了运动区啊，在我右手边这一小区，摆放呢是可口可乐收藏家自己的收藏哦。那我们会做定时的更换。那这里呢，刚好看到是一位香港人哦，他叫 Dixon， 他其实呢又在
接着呢，兵马俑设计大赛的总冠军脱颖而出哦，也因为他们有大量生产的关系，都显得非常稀少珍贵，所以周先生呢也去把它收藏回来，成为他有一个收藏战利品之一哦。那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这个兵马俑品哦。大疆装饮料的地方的旁边呢、啊，这里呢有手机啊，还有滴滴草跟我们的溜溜球。这个手机呢是在早期当时唐人推出的一个十万青年十万机的一个活动啊，它是集瓶盖集点做兑换的一个活动。那就很多可能是长辈们他们兑换到了人生的第一只手机啊 ，Bitcoin 大家也可以看到。那这个溜溜球呢，是因为当时推出了一个摇摇大赛，就要集结了各路高手。那刚好在前不久前几天就来参观的一位朋友就说，哎，他有参加过这个摇摇大赛，还当时获许就得到了第二名，哇，非常的厉害。这个大孔电锅呢，哎，跟我们所熟悉的颜色不太一样。我们所熟悉的大孔电锅颜色可能是绿色，那这是因为刚好我们可乐去年满50周年的时候，加上大孔满100周年的时候所联名推出的。那这个得到的方式也是很特别，一定要集瓶盖集点去做兑换了。那这个品质就是当时我们桃园厂区成立之后，可口可乐微微开放民众参观，在西元1998年的时候免费发赠的一个开场纪念品了。那当时呢，就是这个瓶子之外，还有这两组杯子是一整组赠送出去的。是因为我这里也离一哥比较近的关系了，就有邀请了一哥的烧烤老师傅，就烧烤这两个杯子就一整组赠送出去。所以今天来到桃园厂区的可乐博物馆参观，也要来看一下这个瓶子，代表说我们来到桃园厂区的可乐博物馆参观了，可以拍照留念。再来往旁边看一下，这个呢，这五个瓶子呢，三角形的一个形状，这个瓶子是刚好去年可乐满在台湾满50周年的时候所推出的一个台湾特色瓶哦，就在各大通路店家去贩售的。那大家如果要去收集啊，就跑到各大卖场哦。那像是台湾的黑熊啊，我们的小红汤包，都是经典的蓝白托等等哦。再往旁边看一下这个台湾101哦，这个呢是第一支以台湾为主体做设计的一个纪念旅品哦，是今年6月新上市的。再来往旁边看一下这一排冰箱，这边冰箱呢所看到的饮料是我们可乐公司在台湾所贩售的饮品哦，像是我们常见的可乐啊、雪碧、芬达之外，那旁边呢往这里看一下，有元萃茶饮啊，又或者是我们的爽健美茶。那这个红茶花钻呢，是因为日本卖的非常好的关系，我们引到台湾继续卖。再来旁边可能是各位比较不熟悉的，这里有椰子水，还有我们的水生活等等哦，那还有我们的美丽果，那可能是各位比较不熟悉的。那还有我们新品的苹果苏打，大家可以看一下。对，这个瓶子在满125周年的时候，邀请了张妹妹来亲手设计的瓶子，是非常的厉害跟特别的出现。主要代表是呢，这些店家有跟我们可乐公司合作，像是我们刚刚说的饮料机，或是专属我们的可乐贩卖机哦，有专属的可乐的冰箱啊，或是有贩卖的饮品等等，都有出现这些店家。所以像是我们常去的麦当劳，或者常去看电影的话，这些店家都有出现的。大家看的就是我们的广告，各位看一下。